有钱有田有健康，顺风顺水顺桃花，平安喜 乐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牛气冲天，收获偶像剧般的甜甜爱情。今晚别忘了看平行时空遇见你，我们在腾讯视频等你哦。以后的事业红红火火，新年快乐！不绕啊，这怎么玩啊？这个嘛，学摇尾巴，学小兔子，学大猩猩，装睡觉。你要摇一个吗？就直接这么摇喽。嗯。六。六。我不用学，我就是猴子啊。猴子跟猩猩是有区别的。No no！ 不是吧 ？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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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！ 看看你有什么不一样的。这样，我看到的那是金刚啊。金刚就是猩猩啊。我看到那个猩猩就这样。我再摇一个。学摇尾巴。尾巴怎么了？你来，你就这个吧。二，去到五。不，这得有开始起点，你从起点开始。这边你是二，不是你从起点开始。好吧，开始了啊！漂亮，五。五，学小兔子。哎，这样。兔子手不会放在这儿。哦哦，对，兔子是这样。你这有点像青蛙，你这跟青蛙没什么两样。我来抛一个。四。摇尾巴。来吧。哦耶。唱一句歌，你定吧。素颜吧，我听过，我上学时候。爱情买卖呢？爱情买卖呢？爱情不是你想买想买就能买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把我换回来。可以，来了。五，一二三四五。我是四是吧？一二三四啊！回答！去吧去吧，去吧，请。啊？不是吧？三。一。二。三。跳一段舞，跳一段舞。跳一段舞。跳吧，跳一段舞吧。可是我很久不会跳舞了。没事儿，跳舞这不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。跳舞这种东西没有什么。嗯，你定一个吧。都可以。你会跳什么吗？最近老了，最近腿脚不好使了。你说你不会跳舞。噔噔噔噔噔噔，对对，噔噔噔噔噔噔。啊，你指引一个。指引一个，哎，你会跳地板动的吗？我真不会跳，我给你来个测空，测那个是什么吧？也行。该你了。二，去到五。学小兔子。
怎么样？可以。嗯，回到起点。啊！五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哎呀，这一趴是过不去了。轮到我唱歌了，来吧，来吧，唱你喜欢的都可以。我这样。两只老虎，两只老虎，跑得快，跑得快，一只没有眼睛，一只没有尾巴，真奇怪。哇！你唱我十遍了这个歌，你每次都唱这个歌。三。这游戏结束不了了，已经。这游戏，我让我来抛个六，然后我们就结束，怎么样？一二三四五，等会儿我抛个六啊，抛。最终，一二三四五，最终，所以我们就有一个完美的 ending。赢了，我赢了。哎，这个吧，我们玩这个怎么样？这是怎么玩呢？从上面上脚滚下来。嗯。那来吧。先待着。啊，我踩的脚好痛。好高的滑梯啊，危险吗？肯定不危险啊。啊，哇巴多的，等我一下，我也不敢。我的妈呀，这么高，你先滑吧，我不敢。这有啥不敢的？我下去那一刹那，我又反悔了，我又退了。为什么呢？没事呀。谁停和谁输了谁下吧。啊，我不想。来，我下。来，给你打个样。我看一下这个速度。给你打个样。这真的不会行吗？没事儿，这有啥？哇！哇！哇！我擦静电吗？我给你擦了一遍静电，你可以下来了。电死我了！我啊！我吓人了。这还好了。我吓吐了，还好这个路程有点短，要不然我真的后悔了。我的天哪，当小孩真的是也挺累的，根本玩不动。我的天哪，这个好吓人。这有啥不敢的呀？很吓人吧？那个失重感。哇，这个太爽了！我来了，这多好玩啊！我有掉下来的感觉，很可怕。你要不要试试？我受不了失重感。这确实，这垂直的这好吓人啊！你还换一个小一点的吧。这没事吧？这个啊？哎，我怎么突然有点害怕了呢？真的很可怕。你换一个，你换另外一个。我从来没有害怕过的。你不怕失重感吗？我不怕，但我现在在这儿有点害怕。我本来是不怕的。你要不要试那个蓝色的？让我思考十秒钟。你还为什么要拼这股劲儿啊？真的，你就你试过来。不是，我觉得好玩，但我又有点怕。说实话，来吧，来吧。啊，这没有任何危险性的，对不对？这人真的又怕又想玩，你说这。那这直接垂直会被直接砸下去啊？那不会有人直接滚下去吗？真的吗？为什么呢？是我自己下去是吗？我腿是弯曲的，这没关系吧？你在砍价呢？我担心我会翻过去。我要玩。他又要玩，他又害怕。你说这人真奇怪。你换一个蓝色的吧。你换个蓝色的。那小王给你上前去。那这样不就滚下去了吗？没事，绝对不会。只要是你帮助的，咱们飞。你玩这个蓝色吧，怎么样？你玩这个蓝色吧，怎么样？来吧，不管了，来吧。来吧，我觉得你还是玩蓝色吧，我劝你好不好？好，回坐的，现在稍微下前倾。你玩蓝色吧，真的。来，往前走，往前走。哇哦！
很 easy 啊，啥事都没有啊。你试一下吧，你试一下。我不，真的很开心的。我不强迫自己做自己害怕的事，这个、我不要。这个，我不要，我不敢。好，咔咔咔，不动。为什么衣服没有？你打开。哇，皇帝的新衣，我看看。打开它。啊哈，巧了，摇不到我。先生，怎么了？挡死了。你这个巧了，摇不到我，我这。他们前一步就挡死了。我想赶紧打开它。打开它。哎，你好像那种老巫婆。打开它。好，老师，这八位上。然后公主就把它打开了，然后就中了魔法。不是，怎么你是公主了呢？怎么我就老巫婆了呢？我不像公主吗？它有点不符合那个情绪，我是觉得，就这个词。不是因为我觉得。因为那我肯定会那么接，我稍等我30秒，这我肯定会那么接。他说那个，他说老死人冤哥，当我们做这个，我说，当时我们做这个戒指的时候，我说你不要再说了，难道这些在你眼里都不重要吗？嗯，然后嘚就是，怎么能戳一下啊？戳什么？在哪儿？就是在聊天。可以，我就说一下。准备，3、2、1，开始。我就再慢一点是吧？他听到开门声，然后你出来，然后我再进吧。啊，因为这儿不还有段距离的吗？3、2、1，开始。你回来了？你把我扔过去？对，把你扔过去。你回来了？我想想，刚刚是怎么弄的？我忘了。蹦跶两下会好。对，蹦跶两下。他的位置得再往前一点。啊，你回来啦！嘚儿嘚儿，哎，但这个不是有点怪？我觉得我们是怎么弄的？刚才是其实是这样，他只不过是走的比较靠前。好，行，那再靠前两位。对。哎，那我不让你过来。对。我不让你到这儿，然后你直接在这儿，我就这样迎一下你嘛，然后你就蹦，然后刚好就到这儿，怎么样？叫我啊？对。啊。然后我说，我的设计初稿通过了。防冲吗？搜一下。要怪是吧？不是，他手感稍微方便一点。但我啊，那对对，那行，那你刚好不是拍我吗？嗯，我拍哪儿呢？拍，在这儿，这儿。再睡一遍，你俩还能躺成这样？好，再走一个。真的？那恭喜你啊！你看，好不好看？当然好看，只要是你设计的，都好看。你的设计是我见过最特别、最有才华的。累了，肯定就去床上睡觉。眯一会儿就好了，等我醒了来。甜有甜有健康，顺风顺水顺桃花，平安喜 乐， 祝大家新年快乐，牛气冲天，收获偶像剧般的甜甜爱情。今晚别忘了看《平行时空遇见你》，我们在腾讯视频等你哦。上次落下，要送给你的花，伤感让满园都会不会把我记在心里？这么巧。不见不散吗？直到战后谁笑了？用我结巴，让我落地风化。娘，灭门之仇，孩儿一刻不曾忘记。可我们都没想到你真的这么爱我，我说什么你都行。只要得到我想要的，骗你千次万次，你只怕也会对我痴心不已。爱你又如何？我不爱你又如何？我们永远都不可能在一起的。冯氏接旨，肃公之仪，客称宗法，可贵妃。我做了一个梦，我梦见我们已经慢慢变了，但是你不乖。
些感动啊。原来我这辈子只是做了一枚怨恨的棋子，这一切都只是利用。燕君去我时如愁，贵妃不好了，长过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决绝地和我一刀两断？岁月蹉跎，花败落，却成过错。背影的轮廓，无法许下承诺。千百年，等你再看一遍。江南有梦烟雨，江河流入故里。炊烟漫漫，渡过百川千。千年归，江南有风春雨，惊蛰中